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哈，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。如果对老师很期许呢，可以加老师的嘛，就可以按个赞啊。如果有要留言，就滑到最下面。如果还是有问题，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那我们现在来看，好，第八个这个哈，是不是有4x1？跟什么多少？好，这边就不能放一，这个就放一了哈。然后继续的连转，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就是一嘛哈。OK， 好，这个杀过来，这个杀过来，这个就一哈。记得连锁反应的东西哈。好啊，再怎么样，再把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杀下来，一下，这个一这就放这边哈 ，bingo 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差多少，1 2 3，是不是个4？好，这个4。好，那记得有新东西是不是要拿来用？好，这个4。好，这个两个哈，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这个哈，差哪两个哈？一，是不是差2跟什么？2 3。好，那这边有2放什么？3嘛，这边就放2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新增肌要不要拿来用？拿来用啊。那这边3下来啊，这边呢不知道啊，这边呢好 OK。那我们再来看啊，这边是差多少？2 6，这边有2，再放6啊。这边就放2，对不对？那有新增一要拿来用，好，来看看，这边都有2了，这边也有2了，这边好，这边没有2，来2杀过来，2杀过来，这就2，好，那这样2杀3去，这个有2了哈，那2就 bingo 了哈，哦，就 bingo 了，好了，那再来怎么样？这个6杀3去，这个就6，好 ，OK， 6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那、啊、这个差哪一个？ 1 2 3，是不是差4？这放4嘛，啊，啊这个就连锁反应，这个4过来，这个就4嘛，啊 ，OK， 啊，啊再连锁反应这个4，这个4嘛 ，OK， 啊，好，那再来看一下哈，这边差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1 2 3 4 5 6，这个是7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记得连锁反应这个7杀下来，这个就7嘛。啊，记得连锁完，这个杀下来，这个就7嘛。啊，记得连锁完，这个杀上来，这个就7嘛。啊，记得连锁完，这个杀上来，这个就7嘛。7也并购哈 ，OK。啊，是不是很简单的？跟你说，不要小看那个很基本的东西哦。1 2 3 4 5 6，哦，七，啊就8嘛。哦，来，啊这个呢，这个差一个哈，这个是什么？8嘛。啊，八也怎么样？并啊，不是这个不是。哦，这个是这个都错了，这个是这个刚刚，好，我们再继续哈。有时候会看，刚刚这边有些看昏头了，看错了哈。来，我们按这个7杀下来，这个就是7哈，对不对？这7杀下来，这个就7嘛。等一下。这边有7，不是哦，这不用再乱杀哈，来，哦，这好，那这个差一个，这个就7的哈，这差一个是放7，啊，那这个7杀下来哈，这个是7的啊 ，OK， 啊，这个差多少？差8嘛，好，那这个杀下来，这个就是8嘛，好，啊，这个差多少？1 2，是不是3？啊。那、啊、这个3杀过来，这个就是3，好，3也并购哈，啊，这个就是多少？全部多少4哈 ？OK， 这也是哈 ，OK， 这也是哈 ，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